我落海之后，你哥请我离开县城，沿着堤防边不断游啊游，游到我觉得安全之后，我才敢上岸。上岸之后呢，我赶快去找我的医生朋友，打开诊所，我请他帮我治疗，也请他把消息给压下来。我想等我康复之后再做打算吧。去打电话请老板帮忙。方正，我之所以第一时间没告诉你我的下落，就是因为我担心你的安危。你的安全是我最在乎的。